Hi guys, we continue reading in Chinese, Genesis chapter 8. In Chinese, okay. Let's start, let's continue. If you have some questions, you may ask them below this video.《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就说兽，牲畜，神叫方，吹地，水是，静我，静我。 圆圆，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的了。天上的大鱼也是住了，水从地上惊退。过了150天。 水就今宵，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山上。水有今宵。 到10日，神鼎都现出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 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它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 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 挪亚伸出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 他那里，这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我也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 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车去房中。
周德盖观看，边间地面上坑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朋友，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衣架，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亡。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就说手空城笨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和藏起来也都出来。方中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个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堂上为凡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引人的缘故，咒诅的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暗示我才行的灭格中的活物了。地还从流的时候，夏夏、寒暑、冬夏、昼夜，就已经不停息了。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hapt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Bibl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hinese?Okay, you may comment below this video.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